空性是佛以来，形象自乐其实，形象临终行动，但虽是佛心行，未虽是解佛心，至今灭客实相，还是同款。舍利弗的心境哦，最近一直呢，舍利弗的心境，希望会当咱人人更搁较了解，因为舍利弗啊是智慧第一啊，随时在佛的身边，时间真长啊，所以。佛陀四十多年间的说法，多数舍利弗都在身边啊。但是佛陀的法，一直到四十多年后，佛陀在佛法会上正在下方便，这个时阵开始。舍利弗啊，开始怀疑自己啊，那安尼过去所修的呢，是毋是有契合佛心也无？啊，佛陀啊，时时赞叹菩萨，也话是毋是以菩萨？无分呢，所以一心会时时起着一份自我怀疑。往昔是佛以来啊，从过去拢跟随伫佛的身边，现在家己感觉到的，定定伫咧亲近佛。是不是敢那随地佛的身形啊，佛的起居动作，是不是敢那安尼念念呢？啊，可能啊，拢也无有随时着解佛的心啊。舍利弗现在家己自性。无随着佛心啦，佛的心意也阁无了解啊。佛陀伫咧讲法啦，家己所解的法呢，就是另外一个境界，迄种独善其身的境界，也无法度亲像菩萨啦，同一个所在听。都有无共款的受用，会当发大心立大愿呐，一直到到发花会这个时阵，所以已经呢灭客啦，家己的内心呢总是有一挂客悟啦，了解自己真正是无有契合着佛意吼。即嘛终于了解，佛陀呢时时说法啦，是观其心呢，迄、那个观中有妙啊，用这个妙观是教啊，妙就是真理啦，观就是方便啦，在方便中呢是。蕴含着真理，这些舍利弗的心境，现在终于了解啦。所以咱听这段文呐，爱深深来体会舍利弗，一直伫咧反省咱正面的文。就是安尼，
我独庆幸时，见佛在大乘，名闻满十方，光耀益众生，诸位悉处利，我为诸其功。啊，主席啊，家己太空过了啦，以为呢，我已经是佛说一我知识啦，大家人赞叹我是整团中智慧是第一，以为呢，佛所讲的话啦，我隆重了解，讲一项，我可能了解十项咯。这是在自欺功，这是家己自责啊！咱长要提起啊，舍利弗以为呢，伊的智慧第一，已经呢遍名闻在五天地，全印度的人拢捌我，听到我的名，知影我。但是佛陀呢，却是名闻满十方。佛陀的名已经是十方啦，普天之下，人人都捌，人人都知啦。家己甲佛呢，是要安怎比呢？这是咱长。讲过去嘛，那接落来这段文呐，就安尼讲：我常以日夜，每事为是事，欲以闻世尊，为实为不实啊！家己伫咧修行，家己呢？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啊，过去随佛安尼伫咧行，佛陀啊，伊伫咧讲教益众生，啊，家己的内心啊，嘛捌起过安尼的疑问。比如讲，有一个时间，伫极乐的所在。那看到一个年纪轻轻十通岁的查某囡仔，这个查某囡仔，规身躯都是安尼真破烂，真落魄啊！看伊伫咧甲人分，看来真可怜，但是呢，不是乎这个查某囡仔的人。好亲像愈来愈少咯，人啊，感觉啊，这常常出现呐，啊，常常予伊要予伊到什么时阵呢？所以慢慢的，这个查某囡仔好亲像饥饿啦，真枵，无人愿意报喜咯。这时阵，佛陀啊！就会甲恶人讲：“阿兰呐，提一点嘛，或者查某囡仔吼，一处、两处、三五处啊，下里份看，不以为然呐、啊，内心呢就安尼想。佛陀一直伫咧鼓励人人爱布施、恭敬、供佛啊。”是安怎？这个查某囡仔将佛陀来叫阿兰来厝呢？那看到啊，就是分析，或者查某囡仔伫舍利弗的内心啊，不以为然啊，这是过去的代志。但是即马呢？现在佛陀啊，说菩萨法咯，众生平等啊，咱
爱扩大咱的爱心，利益众生。现在伫咧思维中啦，难免的嘛会想到过去，佛陀是安怎伫咧立灵根？立灵根中呢，是安怎对众生的悲心？毋是干那用讲的，当着的时呢，佛陀还是起悲心嘛？佛陀呢还要经。就是阿兰呐，哎，本是和这个查某囡仔，夏利佛回想着阿尼呢，感觉着自己的心啊，原来就是，也阁是这呢，哎吼，佛陀伫咧广饶一众生，家己呢还是，也阁是的不以为然。这是啊，舍利弗迄当阵的心境嘛，所以伊会常常日夜来思考过去，哪怕这么真微细啊，舍利弗原来安尼思考吼，这了解了佛陀饶益众生，唔是干那施法，这个法呢，就是要教人人啊。用心去付出众生的苦难，过去无造福啊，造恶因，一世人呢都无福缘哦，贫穷困难啊，无人肯布施呀，一种贫困，日得袂到人的同情，这嘛就是。过去生啊，那佛陀呢？虽然要让大家人知影过去生是安尼，但是现在看到呢，已经得到这种果报的人，亏欠了诸生的粮食，就是讲用生命的粮食啦。那当然佛陀嘛是爱鼓励人。爱去布施予阿弥的人啊，这叫做行菩萨道吼。那这有形的物质，爱会晓舍，舍出去了后呢，阁会当看伊安心、安心，咱会欢喜。这些佛陀的教法啦，这种心。的付出拢是从小小开始，那心的坚韧呐，迄、那个法的偏差，嘛是伫这个小小的念头而封闭起来。虽然讲起来这么简单，舍利弗呢，伊终于体会啦，一念间的封闭，所以。障碍了行善菩萨道的法吼，所以舍利弗讲：我常以日夜每思维时事，就亲像咱常常讲，有钱的人爱出钱哦，有力的人爱出力，那无钱都爱出力啦。啊，咱即嘛呢，阁唔是哦。咱即马搁在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搁在这边啊，搁去教伊讲，你的心的财富，要安怎样去发现伊内心的财富？所以啊，伫咧救济的过程，咱的鼓励因讲，得当啊的岁月。五角银嘛会救人，一角银嘛会当救人。只爱你逐工逐工呢，发一念心嘛，那我嘛会当一滴水啊，一碗来呢，就是一水光啦。这个观念啦，所以看到迄个南非呀、啊。
遐菩萨呢，继续伫咧无人不道，佮继续落去看啊、哦，看了嘛是佮真感动啊！因继续往前行，带着史密斯的志工，那去访贫，去教因讲吼，要安怎去看迄个贫困的人，一个一个家庭，大家人看了后，尤其是富贵的人啊，看到这群人啊，伊嘛好奇呀、啊。对着咱德本的菩萨参加史密斯的菩萨，安尼愈来愈多人，愈多愈多。啊，因都哪来？都哪甲因讲？我的人生过去嘛真苦，我做了主持了后，我真快乐。有的人比我较辛苦，那哪行呢？哪向这个心呢？都都对来的人啊，伫路人呢，嘛是利用机会啦。已经投入的志工来带着现在对因行的人，所以也是伫咧说话咯，将家己的一本经讲予伊听，带伊去看别人的另外一本经，所以别人的经啊。好看到几啊个家庭，予人看到实在是足唔甘的。其中有一位老妈妈，人聚会啦，但是呢，爱带着一位呢四个月的囡仔吼，大家人看，啊，问起了姻缘啦，厝边的人呢。就来给伊补充这个家庭的苦。原来这个媳妇啊，是才十七岁，细汉爸母都拢死去啦，等于呢是一个流浪的少女啊，捌到一个少年人，两个人呢就安尼啦，就结合起来。就生囡仔啦，才知影这个少年囡仔是艾滋病，就生落来啊！啊，生落来就是伫这个阿嬷的家庭，阿嬷的囝艾滋病死啦，这个媳妇呢，就搁受到这个砖头的人所诱拐，啊，搁再走出去啦。啊！这些志工一大群的人，安尼伫咧听故事啊，有的人对伊哭啊，有的人呢，一直讲哪会这可怜啊！伫迄个中间呢，听到有人讲，把囡仔的老母带转来啊啦，哎，看起来有影是足幼细、真瘦小吼。一个女孩子专心啦，也是安尼，这么垃圾吧，啊，就是遐尼邋遢，大家人看到都害头啊。开始的此地，就是带领志工啊，较资深的德本的菩萨，就赶紧去辅导，辅导这个女孩子啊。大家志工啊，都讲啊，你现在爱回来守这个家，你现在呢爱来顾这个囝啊。在这个中间，因的厝边啦，看到咱的志工，遐尼只热心的爱，所以啊，都赶紧挺身而出，就讲我是伫伊的附近了定。这个家庭啊，我会当来帮忙，您放心，我会替您到照顾啦。哦，在这个所在，佫加一个志工出来咯，类似这种啦，所看到的呢，真苦的家庭，迄个所在，都佫再产生了
会晓要对因安尼做，做甲真欢喜。安尼接落去的小故事吼，同款是足多啊，真正因做到无人不懂的程度。即回啦，去贫困的地方，安尼呢有35个发心互相要照顾人的人吼，那马上登记啊，马上呢35个志工又产生起来，啊，这是人间菩萨，原来就是安尼起来啦。舍利弗啊，在迄个时代，这种贫困的人是真多，佛陀呢爱人人去救人，所以呢行菩萨道。舍利弗迄个时阵啊，也阁无真了解吼，表达内心呢无法度了解，定定呢都想要问世尊吼，每欲恭请敬问世尊啊，来证明伊家己迄个修行的方法啦，是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吼？这是家己的方向，安尼对无？就亲像拄则讲，有时阵心意藏伫心里，无提出来讲吼，这是还搁伫咧修小乘法的时。现在呢，应该爱提出来问啦，欲以问世尊啦，为实为不实？救援来啦，一直呢数十年间啦，听佛说法，看佛呢，安尼伫咧用心救济众生，亲像安尼啦，定定都有安尼的疑问，定定都是安尼的思维，到底呢，我的想法对啊唔对吼？过去认为讲吼。独善其身啊，去掉无明啊，唔通搁再甲众生攀缘啊。过去是安尼想嘛，但是看到佛陀呢，鼓励人去布施，这呢对心内呢不以为然。但是现在呢，就是开始就爱问，到底我的想法是实？是啊，失掉了行菩萨道的法吼，所以失离他大法，我家己呢已经失去了离他，干那要离己啦，都无有离他人吼。那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？自性思维啦，是。大不如佛啦！即马现在呢，想起来实在是不如佛啦。家己的念头应该是错，现在已经了解啦。佛呢，原来施教啊是平等，了解啦，不多呢，以是平等施教吼，乃是我。不合菩萨道是我家己啦，唔肯要去合菩萨道啊，唔肯要发大心啊，是家己呢自执利己小乘的法，所以啊，疑惑有失吼。
常常在咧怀疑，啊，是安怎都搁再去帮助别人呢？这呢，那是过去的怀疑呀。啊，现在呢，是怀疑家己，是安怎那会无爱去帮助别人？这呢，对家己的自责吼，那所以就会提出来问佛：为实为不实？我过去安尼修行，是毋是失去了利他？实在是呢，我是为呢，是我会当弃敌烦恼啊，无爱甲众生攀缘，安尼到底是对啊唔对？现在常常想要问吼。就是，那是实啦。就是啊，家己应该清楚，甲菩萨无缘分，因为呢，人人都会当成佛啦。你不行菩萨道呢，你都无有去甲众生结缘呐，你都无去做菩萨的缘呐，你无去做好，所以啊，这叫做实。那若讲我无实啦，若讲我安尼家己自修是对，无实，但是呢，听到菩萨啦，拢伫咧受人赞叹啊，啊，我呢，一直遵守伫迄个小乘的内底哩，干那逐工吐波啊，无结着好缘呐，有时阵都会受人诽谤啊。所以讲，我定受持就是拜持啦，吼。那又是日夜思维，因为安尼，所以日夜都伫咧思维吼。现在已经听到佛啦，安尼随意说法啦，所以舍利弗内心的疑，即嘛慢慢一直伫咧拍开啦。所以舍利弗这个心境，希望咱日日啊，都爱去体会，咱也都爱多用心啊。